每天下班后我都去，只要周末有空，我一定去。这里谁是老大？姐夫最年长，一切都听姐夫安排啊。那年长也不如他们亲兄弟亲呢。刘凡说的对，亲兄弟嘛就得做个表率。你要是忙，你就不用去了，我去。我上面没有领导管着，自由一点。等服装店开业了之后，我多招一个营业员。有空我就到大哥那儿去。刘云代表我了，楚青你呢？既然二姐能代表你，那刘凡也能代表我。行啊，就这么定了，都别绕口令了。大家都挺忙的，就不留你们吃饭了。我也去大哥那里。妈，您不回家，您坐那儿干嘛？怎么了吗？啊？我不回去，我在家里啊，闷得慌，透不过气来，我心难受。哎呦，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您了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？刘云他大哥的事儿，嗨，这事你也操心呢？刘家那么多人呢，还轮得到您操心呢？他怎么轮不到我操心呢？啊？你说自从他大哥家破人亡以后，你看刘云忙的，我都见不着人。哟妈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家破人亡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除了他大哥一个人躺在床上以外，全家人都跑光了，这不是家破人亡？啊，还有他那个弟妹，你说那不是个东西，他这个弟弟呀、啊、就是个窝囊废，什么事儿都找刘云。哎呀，这把刘云忙的啊，早晨不吃饭就走了，晚上都睡了他才回来，你说他还像你媳妇儿吗？在他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今天晚上让他回家吃饭，咱跟他好好说他说他。行行行，妈跟他说。行了吧，走，回家了吗？走，我不回去了。哎呀，您坐这儿干嘛？乖了，走，回去。哎呀，你打电话啊！我给他打，马上打。您擦，好，走。谢谢啊。哎，文雪，货到了。哦，刚到两批货，正打算清点一下。哎呀，太好了。看看，都是今年的秋季新款。嫂子，看这颜色怎么样？好看，都是我挑的。辛苦你了，我们姐。不辛苦。哦，对了，晚上跟顾刚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咱们聊聊，看看还有什么新款，咱们多进点儿。嗯，多进点儿。文姐啊，你这段时间这么忙，你还有时间去找顾可凡吗？有啊。我跟你说，嫂子，我觉得我以后啊，肯定是一个特优秀的后妈，真的。就算我忙再晚，我每天晚上都跟可凡通一个电话，
那孩子特黏我，我都快招架不住了。那你跟顾刚呢？怎么样了？我们俩吧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搞得还神神秘秘。贝贝，嗯，哎呀，怎么那么有劲儿啊？啊？贝贝，秋茜，我出去了啊。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我去我大哥那边看看。保姆家里有事儿，请假走了。这两天哪儿不许去，家带孩子。请假走了？嗯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回去几天？一个星期吧。这样好不好？让你妈过来看几天。我妈？我妈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我这个当女儿的都没有时间照顾我妈，反而让我妈照看我女儿，这事我可做不出来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孩子我来看，行了吧？嗯。哦，小慧，小慧，这是你女儿啊，真可爱，快进来快进来。来，爸爸，咱们来看大伯了啊，来大伯家了。能给我抱一下吗？来，给。来，哟，阿姨抱你要听话啊，宝宝。乖乖，看我。乖乖，宝宝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想我家孩子了。自从我来这儿还没见过他呢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。是胖了还是瘦了？要不这样，你把你妈家的地址给我，等我明天有空了，我把你接过来让你看看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行，那太谢谢你了，我真太高兴了。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不好说呢。哎，给我。喂，妈，我跟我嫂子在外边谈事儿呢，啊，晚上不回去吃饭了。有什么急事儿啊您？也行了行了，你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我们的事儿重要，就这样不说了啊，啊，挂了，拜拜。我去加个油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您要加什么油？帮我加满。九七加满是吧？那别对老太太那么客气，我敢吗？文雪，以后谁当了你婆婆肯定受罪啊。哎，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好不好？我这个人呢，是我对我妈很凶，但是我对我未来的婆婆呀肯定特温柔。对婆婆很温柔，然后对自己妈妈很凶，你这什么逻辑啊？什么逻辑？我自己发明的逻辑。你笑什么呀，嫂子，真是。好了，我不笑。其实你长得很有道理，值得推广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一天我结婚的话，我肯定是儿媳妇中的标兵，绝对是一个好旗帜。我觉得妈可能有急事，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。啊，别吧。你要是走了呢，我们两个人去吃饭啊。我有点担心妈，她可能真的有急事。不是，我们下午不是说好要讨论这个进货的事吗？那你跟文雪，你们两个先聊吧。我跟文雪聊，她哪懂啊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就不懂了？你太小瞧人了吧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，你嫂子不是一直做服装生意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好了，文雪，顾刚不会那样的。顾刚，你们俩先聊吧，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啊。行，那你走吧。嗯，我走了，顾刚。你好，先生，您的卡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走，吃饭。吃饭。干嘛呢？你这是。
这个妹妹呀、啊，就是个白眼狼，我算白养活她了，处处和我作对，你说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她前些天是不是处了个男朋友？这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从来就没领回来让我见过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是不是时候没到吧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？我真不清楚，这事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饿了，开饭吧。啊，没饭，我气都气饱了。嗯，今天这顿饭算你单独请我，等我嫂子有空了，咱们仨再坐在一块儿聊聊进货的事儿。今天不谈公事儿。嗯，别这么说，这顿饭其实我早就应该请你吃了。前两天可凡的老师告诉我说他数学成绩进步非常多，这都多亏了你帮可凡补习。嗯，那可凡的成绩进步得这么快，你就拿这一顿饭来打发我呀？难道你就没有想想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对我表示一下感谢？行，你说吧，什么表达方式都可以。真的？嗯。我哪有那么贪心啊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谢我，我是真心的喜欢可凡这个孩子，而且看着他成绩进步的这么快，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更应该好好谢谢你。哎，你看你这是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，你非要感谢我的，那你说你怎么谢我？对，怎么谢你都行，你决定吧，只要别让我干犯法的事都可以。那我就挑个最简单的。嗯，你请我看一场电影呗。嗯。看电影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个又简单又容易，而且又不伤天害理又不犯法的。行，你决定吧。真的？嗯。太好。刘云呐，咱们在一块儿生活磕磕碰碰的也有十几年了吧。你说你妈妈走得早，我呢一直把你当亲闺女，所以有什么话呢我不愿意掖着藏着，过日子嘛心里透亮点，所以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，你说对吗？嗯，妈您有事就说吧。哎，你看你爸去世之后，你说你们家呀接二连三的出事儿，咱们出钱出力，甚至呢让你张姨到咱们家来住，虽说麻烦不少，但我也都忍了，谁能没个灾没个难呢？但是你看现在你大嫂走了是吧，你的侄子也走了吧，家里就剩你大哥一个人了，你说你不能光去为了照顾你大哥吧，咱们这日子也得过呀。爸妈的意思是说，是怕你累着。就是啊，刘云，你说你大哥这个事儿，啊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躺个十年八年都是他。咱往坏里想，哎呀，不是妈说话难听，什么事儿啊，咱们都得考虑清楚。那有多少植物人，他一躺就是一辈子啊。妈，您的这个担心啊。能理解，其实这段时间我心里头特别的愧疚，我老是给家里面添麻烦，尤其这段时间张姨的事儿，其实我心里就特别的感激，还有恩凯。一家人呢别说两家话，感激什么，那么客气干啥呀，就是因为一家人我才更要感激呢。其实张姨说过一句话，我挺有感触的。妈，您想不想听一听啊？哎，说吧。这两句话吧，人人都听过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觉得张姨的命运就印证了这两句话。您看，张姨本来都是要流落街头的。
但是现在呢，就嫁到顾家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您说是吧？嗯，这倒是。不过这种事儿啊，谁也说不准。其实正好让你赶上了，要不你正好你认识顾刚，这老同学。哎，恰巧顾刚他爸又喜欢张姨。所以说呢，这日子吧，就像唱戏似的，没有永远的好，也不可能永远的坏下去。哎，你说到唱戏哈，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杨小慧的丈夫是不是去世了？那就不如让杨小慧嫁给你大哥算了。让杨小慧嫁给我大哥？啊？你看，刘云，你比如说，你爸借了别人的钱，是吧？你们子女帮着还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父债子还。杨小慧的丈夫是不是欠你大哥的东西？那他就应该还吗？这叫夫债妻还。你说，没有，妈的意思是这样的。你看小贵吧，现在照顾你大哥，但他能照顾一辈子吗？人要结婚的。结完婚以后，你说她丈夫会让她去照顾一个植物人吗？不可能吧？对呀，肯定不可能。你说这杨小慧要结婚以后，你大哥谁照顾？你还去照顾？你要再去照顾，咱们这个家可散了。哎，我觉得妈这个想法可以考虑考虑。这还考虑什么呀？她丈夫出的错，那她就得承担，对不对？妈。咱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杨小慧要是咱们自己的亲人，您能让她这么去做吗？我打个比方，假如这个事儿让文雪摊上了，您能让文雪去嫁给一个植物人吗？这您能同意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刘云呐，你跟文雪关系这么好，你怎么能咒她呢？你呀、啊。我就是打个比方，有这么比方的吗？文哥，回房间去。可我还没吃饱。让你回房间去。我也不吃。行行行，妈，啊？什么妈呀？啊？我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我起早贪黑的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不就为了这个家吗？我这是有病啊！你说这个家像个家吗？这怎么就不像个家了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。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了？我不就是每天走得早一点，回来的晚一点吗？这怎么就叫日子没法过了？刘云呐、啊，你们家呀就是个无底的洞啊，我们怎么填都填不满呢、啊？我们家是无底洞，我让您填了吗？我自己也赚钱呀、啊，我用我自己赚的钱去填我们家这个无底洞，这也让您看不惯了？我只不过是抽一点时间去照顾我大哥，这也得罪您了？您在这发那么大火干嘛？行行，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我呀，哎呀，妈妈妈，算了算了，刘云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怎么说话？我就这么说话。家破人亡的事没轮到你们的身上，你们这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说你自己想想是什么意思？自从我爸去世了之后，家里的事一件接一件的，你主动承担过一件吗？我大哥出事，你主动去看过他一次吗？你都没有。现在居然还能说得出来，让人杨小慧嫁给我大哥，这人说的话吗？这是？你骂谁呢你啊？刘云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骂谁呢你啊？我不是骂您，我是在跟您说这个理儿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明白了啊，这我是多管闲事儿啊，我现在就走，你知道我给你们到地方，我再也不会碍你们事儿了。走哪去？坐下吧，这家是我要走也轮不到你走。这家姓王是吧？对，这家姓王。
这家既然姓王，那我走，行了吧？妈妈，我不让你走。王凯，回屋去。我不回。我再给你说一遍，回屋去。我不回。进来。我走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小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什么？好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你别担心啊。好，快掉头掉头去趟服装店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我妈和我哥把我嫂子给赶出来了。什么？过分！怎么能这样啊？你说我妈这人，现在真是的，越来越讨厌了，事儿真多。电线，慢点，小心点。谁呀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怎么跑过来了？小可打电话都跟我说了。没事儿，就是吵了两句。那你也不能这么大半夜的跑出来，我们多担心啊！跟我回去吧，我妈那个人都老糊涂了，你还能跟她一样啊？我今天不能回去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别说没事儿，刘云，你睡这舒不舒服一回事。重点是不安全。顾刚说的对，睡这儿真的是不安全。没事的，别担心我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刘宇，要不这样，到我家住去。我家房子不是大吗？房间多。再说张姨很久没看见你了，你就当去陪陪她。嗯。对呀、啊，要不你去顾刚那儿吧。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夜深了，确实是不安全。我哪儿都不想去。你们放心吧，别担心我，真的没事。刘云，你一个人住这不安全，走。真的没事，我哪儿都不想去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俩手机反正一直都开着，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，好不好？行。快回去吧，别担心我了啊。那你把这门给我锁好了啊。放心，放心。睡着了。你说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？啊，刘运他爸去世以后，咱们出钱出力买墓地还债。哎呀，
虽说钱不是咱们出的，可那也是文雪拿的钱，那也是咱们王家的钱。他们刘家不管他张姨，咱们管。刘家把他张姨赶出来，咱们接收，还怎么的？这刘云就是不知足啊。什么事儿啊，我都能忍，可就他大哥这事儿，半夜我都睡不着觉，想一想我都害怕。植物人这一躺就是一辈子，生生能把人难为死。要是他大嫂在呀，你说咱们能帮着就帮着他，可是现在没人管了，这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刘云，还像你媳妇儿吗？你说你娶她是干什么的？你看刚才，还像咱们王家的媳妇儿吗？刘云，张姨她真的太担心你了。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，我不放心你。你要是心疼我，别让我着急，跟我回顾家去。张姨，你们都别担心我了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真的。那好，那晚上我过来，我过来陪你。张姨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你就跟我回顾家去，我不能看你一个人在这凑合。你不是还有顾叔叔吗？还有张姨吗？主任啊，我找你有点事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把今天下午第二节课调到明天上午。啊，对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叔叔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妈妈？你呀，一会儿就能见到你妈妈了。你妈妈呀，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。我现在就饿了。你现在就饿了？要不咱们先吃点饼干？毛毛，累不累啊？叔叔背你好不好？毛毛，毛毛，想不想早点见到妈妈呀？想啊，叔叔带你坐飞机去喽，走，走喽，坐飞机喽。小慧，小慧。毛毛。快来妈妈，嗯，快妈妈抱。你想不想妈妈啊？想。想了，在姥姥家过得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妈妈想死你了。刘大哥，你快进来。好，走，咱们走。嗯，真甜，那主持人快吃，快吃吧。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妈，我现在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没意思。你别找事儿了啊！你说我天天上班下班的，到了家我还照看孩子，刘帆呢，整天都不见人影，动不动就往他大哥家里跑。你呀，也应该体谅体谅刘帆，那是他大哥。他不照顾，谁照顾啊？妈，你想一想，我跟刘帆结婚之后，我过了几天好日子啊？哼，他爸去世，然后呢，是张姨的事情，大哥成了植物人，大嫂改嫁，一桩事接着一桩事儿。
我现在都觉得我跟刘帆结婚不是什么寻找幸福，纯粹就是体验痛苦。尤其是大哥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大哥就天天这样半死不活的躺在病床上，那个杨小慧现在还能伺候得了，可谁知道以后时间长了他会不会一走了之啊？楚青啊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就算杨小慧今后受不了了走了，咱也应该理解她。凭什么呀？她照顾大哥那是她应付的赔偿，谁叫她老公还死了呢？妈，你说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把杨小慧拴在刘家呀？楚青，你可别打什么坏主意啊！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去看看你大哥，那才是正经事儿。我走了，走了。小慧，我来吧。刘大哥，你休息休息吧。这些家务活我来就行了。我是来帮你干活的，你太累了。不累，要不你去帮我烧壶热水，一会儿我给刘大哥擦身子。好啊。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你怎么了？你好烫啊，你发烧了。我没事啊。咱们赶紧去医院吧。我真没事，刘大哥。不行，这病了一定要去，你先把自己照顾好，走吧。就停这吧，多少钱？那请那辆车。在学校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现在上课了，挂了。刘帆，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哈。楚青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小慧她病了，发烧呢，我带他过来看看。我就问你，为什么要撒谎？我是怕你误会吗？我是个不讲理的人吗？刘大哥，要不然你先跟楚青姐回去吧，我自己能看病。哎，小慧，楚青啊，你看小慧都病成这样了，人家是为了照顾咱大哥，咱不能不管啊。那好，看完病马上回家。走吧。吃饱了吧？写作业去啊。妈，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不是激化我哥和我嫂子的矛盾吗？你嫂子跟你住一块儿了吧？那住店里，那他住哪儿？哎，他不会住酒店里吧？一天100多块，多贵呀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两个人把人轰出去了，现在又问人住哪儿？怎么，想把人请回来？那不会住他张姨那儿的吧？
聪明，答对了，还真住顾刚家了。那又怎么了？人家顾刚家永远都是我嫂子根据地。再说了，人家那大 house 想住多久就住。行，拽什么拽？大 house 不叫大房子吗？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哎，过来，我饭还没吃完呢。妈，你看看这人，哎呦我的，轻点儿。上哪儿去？别抓我，疼，疼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有话还不能在家说呀？真烦人！你告诉我，顾刚对你好不好？什么好不好的？胡说什么呢？我说，顾刚对你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我们关系一直都挺好的。我是他儿子的家庭教师。我是说顾刚对你有没有那意思？哎，你不用瞒我，我都知道。不是你，我瞒你什么了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是，这目前只是朋友关系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嫂子啊。嫂子怎么了？你嫂子跟顾刚的关系暧昧。呸！胡说什么呢你？哎，我嫂子那是你媳妇儿，怎么乱说话呀、啊、这人？再说了，人家我嫂子还鼓励我跟顾刚好呢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赶快把我嫂子给接回家，行不行？这万一要是真像你想象的那样，你把我嫂子给撵出去了，这不正好给人提供便利条件吗？你看我干嘛？你看我有用啊？傻不傻呀你？没有矛盾也被你制造出矛盾来。要是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啊，顾刚对我嫂子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暧昧的话，那也都怪你，我恨死你了。哎呀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快把我嫂子接回来行不行啊？你还真让我嫂子影响我谈恋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终身大事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不同意。妈，哎呀别妈妈的，是不是文雪又给你灌什么迷糊汤？这不是文雪的主意，我的。啊，不是文雪的主意，你的。那行，那你把他接回来吧。你把他接回来了，我走。哎，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呀？那天你没看见刘云咣的一声一扭屁股摔门就走了，那不给我脸子看的吗？啊，你现在要把他接回来，你还让你妈看他脸呢？我看不够他那张脸是不是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是他男人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你还问我？去！哎呀，你可笨死了，你可呀！那你再看看这条裙子，怎么样？照一张，黑色很适合你的。料子有点硬，不喜欢料子硬的。嗯，我来吧。好，让我们的形象设计再帮你搭配搭配啊。慢慢看，大姐，其实这个料子呢有硬有软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硬一点可能会更适合您，因为您这个下体稍微有点丰满，如果穿太软了呢会显胖。但是这个颜色吧太深了有点重，我给您挑一条裙子。您看这条怎么样？穿上会显得年轻活泼一些。要不您去试一试，我再给您搭配一件外套。人家说这个女人买衣服呢，只买对的，不买贵的。行，那我去试试。好好好，试衣间的这边。刘源。哎，顾刚，今天有空了？嗯，顺便经过就来看看店里怎么样。万事开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忙？文雪呢？
呢，在帮客人搭配衣服呢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看这边的设计也不错。嗯，都是文具。嗯哼，嗯，这个也不错。嗯，这版很好看。对，这种风格，以后可以多进一点。你嫂子跟顾刚的关系暧昧？呸！胡说什么呢你？哎，我嫂子那是你媳妇儿，怎么乱说话呀、啊、这人？再说了，而且我嫂子还鼓励我跟顾刚好呢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。大姐给您拿来了，试一下吧。哎，你刚说给我配件上衣的。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爱情，你说过不离不弃，额头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是我们千山万水寻找